这家知名锅具品质有保证，一向深受消费者喜爱，所以每每举办陈列品出清特卖，就会吸引民众前来抢购。就比别的厂牌，我觉得比较耐用啊，那个像那个热度啊，保温的效果比较好。像这次我买的那个调理锅，就三个才1520，我就觉得很划算啊，又好用啊。 锅具品质有口碑，出清价格实惠，让民众忍不住多买一点。特卖活动从即日起至4月22号为止，售价仅原价的4折，以不锈钢锅具为主打商品，不管是炒锅、焖烧锅或是保温瓶都值得选购。不过，专柜人员推荐不可错过的抢购品就是这个苹果锅。 这一次的商品的话，都是非常非常的多。那苹果锅的话，它可以让你当一个小炒锅用，爆香炒菜、卤肉，一锅用到底，也可以做炖饭用，就很非常适合一般的小家庭在用。不用说每一次都一定要拿到大锅在那边煮、在那边炒的。 现场提供各种价位与符合不同族群需求的锅具神器，尽管是曾经展示过的商品，但功能与其他卖品相同，打折之后十分优惠，每年特卖都能开出亮丽佳绩。由于母亲节即将到来，百货业者也建议可以挑选当做送给妈妈的好礼。我们这次呢，在会馆外面呢也有推出膳魔师的福利品出清活动，那基本上已经达到4折的这样的一个折扣优惠哦，所以可以利用这一波呢，赶快来帮。 母亲呢，买一个小的保温杯，像妈妈如果出去健行啦，或出去旅游啦，都可以放在包包里面，然后自己调一个养生的饮品。出清品项多达300多种，而且下杀4折特卖，买到真的赚到。百货业者强调，避免陈列品出清影响正规业绩，未来将不在百货卖场内进行出清特卖。这次是最后一档，建议民众把握难得机会。屏东新闻采访张志豪采访报道。